他刚刚已经出了这个题目，在写注音很那个啊，很没水准啊，没水准。你小声一点，你死定了。不要听这个，我有上，我有上，我可以写的。是我独家的记忆。谁知道是谁？我知道啊。我礼拜六还叫你去听。不要跟他讲，请翻版。忘记了啦。哎，你是 Max，因为我知道他冲出来的是 Max。请翻版。天哪，我们都猜错了。答案是27号骆童。蓝蓝跟宇轩答对。你现在不是 Rina 吗？没有，这个声音是骆童的声音。好像 Rina 的声音哦。骆童。